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这个新源贴力战 Level 70，即是进阶模式，完全不用讲求练度的一关，那只要了解当中的机制就 OK 了。这关的目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尽快杀了下方的四个法师。咁而家畫面咧就見到四個黑衣人嘅，咁你只要消滅咗佢咧，就可以解除騎對應兵種嘅免傷筆。一關協力咧 ，One Piece 非常之重要，強烈建議帶呢個召喚物上陣。咁影片裏邊你見到我用咗地亞拿同埋雪梨。咁 Two Piece 同埋 Three Piece 啦，全部往下方去殺呢個法師，咁所有腳長嘅都派上陣。咁法師啦會無視距離打呢個 NPC 嗰個春嘅。咁所以咧，優先殺就係咁樣輕鬆通關。一關相信玩家你 level 40，我諗都問題唔大噶啦。咁可以講得係營運對呢個新手嘅一個協力福利關啦。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武運昌隆，輕鬆通關，拜拜。命令を。行動スタート。覚悟しなさい。行動スタート。行くわよ。命令を。準備完了。覚悟しなさい。行動スタート。命令を。
備完了。命令よ。